吃龙虾吗？啊，老铁啊，我吃的是双鸡。啊，大龙虾，先给它放个料。哎，放个料。老铁，能不能给大哥500个双鸡？咱下个视频。哎呦我去！下个视频。捞他！熟了，老哥！先来个大钳子，大嘴必须要把它锯开。经过7天39个小时，终于把它给完成了。我愿意用这一个大龙虾跟咱家老铁换一个双击，能不能换？就换一个我就满足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么瘦，我感觉被坑了。过一个，感觉没啥吃的，里面。